这个题目我是把它放在这个 TQC 题目里面。那主要是利用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做说明哦。那这边有一题是有关那个书籍管理的，这个题目其实主要的用意就是如何在那个MySQL 里面建一个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的名称就是 Library 啊，所以特别注意啊，你要先确定一下你的 MySQL 里面有没有这个资料库。有这个资料库之后的话呢，你会需要建一个叫 Book 的一个资料表。那 Book 资料表里面的话还要放六个栏位的资料，包含一个 ID、书名，好像是出版社吧作者、详细资料，还有一个什么ISBN， 大概会有这些栏位。那当然这个题目里面已经有给我们一个 SQL 档，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SQL 档直接把资料库给建立起来所以第一步无论就是说你今天呢这个 PHP 的动态网站一定要先确定一下你的资料库有没有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你没有建立资料库的话，后面的查询系统根本不能 run 所以特别注意。那利用这个范例了，这个范例我想一般性蛮通用的，就是说如果你将来会需要有比如说查询什么，查询书名，查询作者，查询出版社，那只要让使用者填入一个关键字按下查询，他就可以帮你把资料先列出什么，列出那个清单，先列清单，等到他点击旁边有个详细资料之后，再进到详细资料，他可以再什么，再返回到查询，又可以再查询，利用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其实我想用途还蛮广泛的，只要是你需要把资料列在那个网络上面，大概都会这样做另外的话后面我们会再慢慢改成什么。如果今天这是一只手机，如果说今天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改在一个手机的 APP 上面完成的话，那以后的话就一个 APP 本身就是一个图书的查询系统那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更方便。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说叫使用者去打一个网址，因为你会发现在手机里面连接到某一个网站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打网址那个字那么小，慢慢打我想应该不人道了顶多是有 QR code， 不过 QR code 连进去字还是太小了，所以一般呢会希望说有一个对应的那个手机的版本。那现在当然一般厂商要不就这样把网站做成用那个 jQuery Mobile 做成图大大的，像各位应该都有那个使用习惯吧，有一些网站一进去它会自动帮你跳出什么手机版，如果你是用手机浏览器的话，像那个什么那个小恶魔网站嘛 Mobile 01嘛，不就是这样对不对，它会自动把字怎么样帮你调整，那后面的技术大部分都是用 jQuery 用 jQuery 去帮你把那个版面自动调整小一点，让使用者看起来会比较舒服。再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就直接把它包成一个 app， 就是一个手机的，它可以安装，装上去之后，就是比如说某一家这个书局的查询系统，比如说你是诚品的不知道诚品自己有没有做查询系统，如果有的话，那你可以把诚品的这个 app 给下载在你的手机。那以后你要找书的话不就是可以这样。那原则上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那个查询的 APP 的话，查询图书的类似像这种查询什么东西的 APP 的话，它的背后一定需要类似像 PHP 加一个 MySQL， 那前端的话需要用类似像 jQuery Mobile 这样的技术才有办法实现。所以目前这变成说呢，你要跨好几种技术才有办法完成，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会先讲 PHP 加 MySQL？ 因为如果你不懂这些的话，你会做前面的画面，后面没有做，那也没办法把资料丢过来所以最重要就是说这两者，要都学会了才有办法做到。不过一般公司有些可能会分工啊，可能前端会有前端的设计人员，后端会有后端的设计人员，但是慢慢的
那这两者之间合并哦，那当然最好是找一个完全都懂的最好了哦。而且这种东西，我想需求很大。那所以哈，第一个还是要先把 PHP 加 MySQL 先建立起来。之后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改写。所以之后的部分的课程哈，请各位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如何用 Dreamweaver 吧。 Dreamweaver 本身哈，它有支援 HTML5。 不过，Dreamweaver一定要是 6.0 以后的版本，才有支援 jQuery Mobile 这样的技术。如果你较早期的版本也没有，那如何做一个手机的画面？那也许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吧。反正这资料库大概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延伸到手机部分。那那个手机的画面建制哦，它是用网页模拟出来的。 跟用那个 Android 像我们之前开发那个是不太一样，之前那种叫 Native 原生性的开发方式，这种方式呢比较像是用什么用网页式的开发方式。那你说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呢？其实哈，可以让做得出来顺就是最好了。好，那如果你是动态网页下载资料哈，坦白讲两个都做得出来，只是说呢。 如果你强调的是有点像网页的这种需求的话，用那个 jQuery Mobile 会比较简，会比较，也不能说简单的啊，因为两者好像都不算太简单。那哪一个比较合理啊？我觉得慢慢的哈，也许利用那个 jQuery Mobile 连接像那个 PHP 加 MySQL 这种方式，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啦。而且哈，秀资料的方法也会简单。那另外配合的工具用 Dreamweaver 来做。 也会当然方便许多了，不过这个东西的门槛哦，一听就知道，真的就难很多，哦，所以早上我讲 VBA 的时候啊，如果跟这个比啊，其实我发现哦，这个难度哈，大概至少难10倍有吧？为什么？因为像你跟 VBA 一打开就有了，什么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了，你也不用来装 server 哈，你也不用再去。 装个 Dreamweaver， 然后也不用架一个 server， 然后不用再挂什么 MySQL， 然后 MySQL 之后要把它建资料库，建完资料库它资料表，资料表里面还有栏位，还要再把资料放上去，然后才是 PHP， 哇，这一套如果全部都要 run 完哦，当然对一般来说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哦，我觉得不算不容易啦，不过价值就在这里啦，因为不容易嘛，所以才有价值。 当然是这样想，不过也许慢慢的啦，我们按部就班哦，所以今天的话，请各位哈，稍微把这个先了解一下，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们主要就把这个地方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就是它可以做一个查询。那当然，同样的方式哈，如果我今天要换一个什么，换一个比如说要查其他的东西，查什么？查成语好了，也是一样可以做修改，好。 那我们把上个礼拜的重点再，就类似像这样，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说明关键字里面有 PHP 的，帮我按查询，它帮我查出来了。OK， 那上面这边我是用 echo 哈，把 SQL 语法 echo 出来，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哈，在 PHP 出错的时候，我的习惯哈，会把 SQL 语法 秀出来，等到最后要上线的时候再把它关掉。 那它的好处就是哦，我可以看到语法，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底下的东西怎么秀出来的。它实际上哈，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够秀出来，就是 PHP 怎么样传递一个 SQL 语法给谁呢？给那个 MySQL。那 MySQL 它看得懂这个叫 SQL 语法，沟通了，哎，你帮我查什么？查所有的栏位的资料。 在 book 里面会有它的什么 book name， 那因为我们是查书名 ，like 如果是文字的话，一定用 like 什么单引号，前置就是万用字元，中间只要 PHP 帮我叫出来 ，order by 指的是什么？就是排序嘛 ，publish 就是按照什么出版者哈去排序，那 limit。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从第0笔啊，它的第1笔就是第0笔，帮我抓几笔？抓5笔。为什么要抓5笔？
因为我要分页，所以我只要抓五笔就好了。那如果换下一笔的话，那就在这个 limit 有没有？再把它往下0到4这边的话5，然后逗点5，它就会抓下一页的资料。比如说我这边点下去，你会发现有没有？如果我点第二页，它会怎么样？它会在语法上面。 重新再丢给什么呢？MySQL另外一个语法 limit 第5有没有？也就第5笔以后了哈。不管有几笔，然后呢帮我抓5笔啊。不过因为它只有一笔，所以秀出来的话就只有一笔。好，类似像这样子。那这个地方的话，上个礼拜最后是把这个做完啊。里面当然呢程式码其实。 当然会几个重点啦，第一个就是，当然你们等一下可以把这个程式改成，换一个资料。当然我们放在云端上面哦，这边有一个成语啦，但你不见得一定用成语，你可以用别的。那这个成语可以假设我今天呢，一般是这样，假设我今天会有个资料，那一般 user 端给你的资料通常都不一定是。 已经是资料库的资料，它第一个你要怎样？如何把不是资料库的资料变成资料库？那通常会这样的，第一个你要先分析它的结构，大概就是123吧，这边有一个换行或两个换行，然后123又一个换行，那你可以把这个资料怎么样？一般的习惯会先把没有结构性的资料。 先丢到有结构性的一个应用程式，那哪一种应用程式最简单？其实最后选来选去，还是用什么？用 Excel 最简单。所以 Excel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 Excel 里面呢，你要再处理资料，把它变成有规则的资料的话，其实可以顺便配合 VBA， 再跟 MySQL 结合，这个地方应用的也非常广泛。所以如果没有规则性的资料， 你要先把它规则化，然后再传到 MySQL， 那传上去之后假设我们今天等一下以这个当范例好了，那我要怎么做？上礼拜好像跟各位开个头了，第一个就是先怎么样，把这个先转成 Excel， 然后呢再传到那个server 端，先建一个资料库，建好成语资料库，再利用 PHP 来查询。那其实你可以用我们原来这一个。 上个礼拜做的这个程式，稍微做修改就可以。<咳>大概修改哪些地方？第一个，查询的清单，这边有查什么？书名、作者、出版社。那我们可以改查，那也是刚好三栏，成语、关键字嘛，然后解释例句的关键字，名称稍微改一下，那他不就抓到一个关键字？ 再丢给 MySQL， 找找看有没有，再丢回来，让我在哪边显示，在我的 PHP 上面显示。所以 PHP 有点像是一个什么，桥梁的角色啦。反正我就丢，那我就丢给谁帮我查？丢给 MySQL， 所以他们之间是 match 的非常好。那为什么 PHP 会跟 MySQL 搭配的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当然 PHP 你说要用别的资料库。 一定没有用 MySQL 来好，为什么？因为上礼拜我特别讲嘛，它有很多 PHP 专门为 MySQL 量身定做写好的函数，一行就可以把别人要做很多行的事情给解决掉了。那你以后可能你们老板会说，那 PHP 能不能跟什么 Oracle 啊、 SQL Server 这种连？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可是呢，毕竟呢。 它不是同一家产品，所以会非常的麻烦。比如说要灌 driver， 还要连接，那连接的自传的语法，因为它没有特别为 Oracle 或 SQL Server 量身定做的语法，所以会变得非常麻烦。比如说像我们上个礼拜这个PHP A02 这边，它这边就是连接资料库就在这里，有没有？ 其实，如果你是 MySQL 的话，它连接就这么一行。
但是如果你用别的资料库，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选取资料库，然后再下 SQL command， 好，然后再查，再去丢给那个，丢给什么？丢给那个 MySQL 帮你查，查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了。啊，就再把它做输出，好。那我想这个部分上个礼拜有讲过了，所以今天的话哈，我们就把那个，查询系统稍微改一下好了。比如说哈，我今天如果希望改成什么，把这些哦本来是查书籍的，请你帮我改成查成语，哦查成语，或者是说哈，这边还有个问题05啦，这个是我在那个 Excel VBA 课程里面哦。也有讲到，你也可以查什么？这个问题05里面呢，也可以查，不过这个可能栏位数会比刚刚还要更多，而且笔数的话也更多。这里面的话哈，栏数好像有12栏吧，笔数的话呢，大概有2500笔资料。比如说里面有哪一些？有那个业务人员、产业别、产品数量，还有什么建档日期啊等等这些栏位。那总笔数的话啊。大概有2500笔，减一的大概2499笔，这个可不可以上 MySQL？ 当然可以啊，也就是说以后我觉得你们要应用的应该比较多的是第一个，先把资料哈，大部分都是给你的，应该是 Excel 会比较多，要不然就是给你的是一个，好什么呢？不是 Excel 的一个档案，但是你可以把它先转成 Excel。再丢到 MySQL 建资料库，我想如果你有资料库之后，后面就好解决了。好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啊，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哦先开起来，然后再做一个修改。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好，把画面先还给各位。